三跑道系统是我们 由城市机场蜕变成为机场城市愿景里面的重要项目。根据早年进行的研究预测，到了2030年，三跑道系统带来的直接、间接和连带贡献价值将是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5%。可见三跑道系统未来将为香港国际机场以至到整个香港的经济带来新的动力。